轻松。他是不是很喜欢飞行？对，那是他的从小的。我们现在感谢小东嘛，对，我看到小东嘛，哦，好好，妈妈就辛苦，够辛苦了。好，没有，平安平安平安啊，慢慢开，你们要慢慢开。现在崇凯现在有平安，现在平安，现在平安。有，你们有收到消息的？哎，我有跟他通过电话。哦，跟他通过电话，谢谢。目前经过我们初步的详细健康检查，精密检查后，目前大家没有看到特别的问题啦，啊，目前生命真相都是非常稳定的。因为主要是因为他说疑似有呛咳的部分，我们会担心后续肺部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反应，这样子。对，是有吃到海水。他说疑似，对。那精神状态呢？非常好，对，大家可以进食喝水都没问题的。在意识清醒可以说话吗？是是，所以现在在了解状况。那当时他在执行什么任务吗？主要是紧急状况，紧急任务。啊，他那个身上有伤势吗？现在还在了解，所以我们还意识清醒。意识清醒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等医院跟我们回复。有外伤吗？还不清楚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请医生先评估。有没有开口说话？还有开口说话？目前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让医生先做评估。好，谢谢。去搞动机就对了。对，谢谢。只有他单机吗？对，没有两架机，两架次，那一架僚机平安回来，是。